你瞅一个困的啊，困的咋不睡觉呢？啊，你咬啥？咬啥呀？怎么的了，大辉啊？咬你了啊？大辉，你又咬亮亮了啊？他偷吃香肠了。亮亮，你偷吃香肠干啥呀？那香肠不有的是吗？行了，你回回到队伍坐好来，昨晚妈妈给发香肠。回到原位置坐好，嗯，坐好啊。不点，你去把门关，关门啊。别让他们几个听着，他们几个听着没关好。哎，好，对，别让他们那几个听着又好叫我们了。来，深更半夜可别咬人了，嗯，坐好，发香肠啊，嗯，坐好。家人们啊，小香肠14.9一大包，950克，60根啊，鸡肉味和牛肉味的两种口味，宝宝可爱吃啊，猫也能吃，狗也能吃啊，1个月以上的毛孩子都可以吃，软软乎乎的啊。吃完就睡觉，别再闹了啊！香肠不有的是吗？咱家你说老打架，你说啊，别老打架了啊！我亮亮可有哥哥一样，不跟菲菲抢哈。嗯，来，菲菲你吃。嗯